你好，刘经理。这样的，我这边有个朋友，他是做那个面条的。啊。这边没有好一点的包装机。他哪种包装机嘞？他就是比较普通的，想是那个人工的那个封口啊，然后准备这样的。哦，那他随时来，随时有的吗？好的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好。然后你拿那个整卷的魔风，这个啊，方向看准了啊。这不知道，这是这个。